当时人呢，他要因为工业革命，你为了要生存，为了要精确的生产，就是做一些，比如说你要发电嘛，就发电好了，那你就必须要很做精确的测试。可是那时候有还有什么问题，因为突然发展一些很新的数学物理的同时去搞那些东西，那就变成这种越来越冷，人类的活动，那时候的活动已经出现了。还有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你是做的就是我们感觉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对吧？如果对于机器没有兴趣的人，然后如果不是被迫一定要换的话，那我可能就是跳过这一点，因为乍看之下，是你看到的。前后这样动，然后就是你说的毛来回，对，是，可是它实际上是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比较小的弧度，就是因为它是这样子摆，这样子摆，那这样子到底可以干嘛呢？真的只有馆长、工程师出面，他才能解答了吧？对，所以就会觉得很难去想象，又或者是他，可是不可能造这么大的一个东西，只为了解释吃。对啊，或者是解释，比如说你这个角度的偏好，是不是那么简单？对，那怎么把垂直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垂直，对，垂直造成的力量输送过去，经由这个领带这样流过去，然后它就变成了水平，到那边又变成垂直，那会不会是某种模型？还是？可是你看，像我现在我刚那个水平讲的讨论，就其实。比较没有，比较在讲客观的一个，就是其实物件它本身是有，它本身有一些力量会把你吸到那里面，就是好像跟它的脉络在想，是那就回到我刚刚的问题，就是，可是我对这个一开始就没兴趣，我就不想对这个物件吸进去，那这样不就很可惜？因为这负面的。因为这感觉就是很人为的，就是学校的严格啊什么的，然后当时的时代背景啊，然后教育系统啊，然后跟这些东西，就是好像就有点断裂。我觉得说，其实是在想说呢，有没有办法就是想出一些新的讲故事的办法，就是让你去想。想一下。你说留给我们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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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就是因为后盾没有出来，所以他才会先去跟银行那边。就是
想法。就是把它当成某一种有挑战性的游戏，就是像从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，我发现的我又不是很厉害啊。那表面的话是很好用，可是它确实很明显，它却象征着这些人。Thank you.
国际历史的工程教育历史的。